敲下去扎实的，有声音的呢。三海顶。太潮怪了。就给动，就给动，下面怕的话。镜头手发起来了，镜头发起来了。见面了，上海顶是家乡。哦，我觉得这个超帅的。哦，他们这个卡波打阵有够，有够好看。帅呀！这一集全部都黑白处理。来，咱这边应该出去接驾。Thank you.
村的。等住，紧盯全场。哦，仔细看，那个叫也是双色的。我们现在在陈家庄砍元帅，为什么停下来呢？不多解释。就这个灯光打得有点诡异。
这里厉害了，这里结束之后，下一站就是主家了。这里算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，电子烟火，星辰哲岭，人神共乐，被合为这个邢台。等一下会有电子烟火，等一下这两边都是电子烟火，辣起来了，辣起来。在我后面这四个字，我觉得这是办庙会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啦，就是最人跟神都开心哦，这里办庙会送，来人神共乐。哦，咱先清单，头顶要来啊。就是要辣这个烟火，直接到这个邢台，哦，辣一整排才会爽。等主帅了，带你变变给我啊！哦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啵啵啵啵啵，嘿嘿。来啊，聚集起来了，这真的是晚上重头戏了。一套鸡绒，这个太屌正头全部都已经往那个邢台那边去了，沙丁球今天沙丁球全部在后面，要等这个炮战，抽，好长啊！哦，三顶轿全部在后面，等一下就要来这个冰棒球了。哦，嗨起来，嗨起来！沙丁球带回来加冰棒球。这阵我看白啊，是啥？九天玄女娘娘啊，帅！哦，你看这阵梁府千岁烟斗了，帅！好，准备要放烟火咯。
天黑了，明天要上班了，在这边收工了哦，大家拜拜。